我这不下雪是不下雪，这一下雪就冒烟儿。这样黑的，嗯，不好喝。挑挑这皮子啥的，嗯。那差不多了吧？嗯，你挑完就洗，锅里的。洗好豆的凉水下锅，把它复熟。搁点酵母、白糖、温水和面。放点白糖。那怼碎，像我这样式的，我就弄个碎手，搞定了。这剁脚趾儿呢，香吗？我一味儿的香。嗯，看着就有食欲。烤好了，给它淘出来吧。嗯，行。然后就叶子转。嗯。嗯，就那么大着呗。嗯。那你说像不像酸辣球？怎么像酸辣球？就这色儿吧。咋笑的呢？嗯。烫手了，要业务好断，嗯，凉了不好断。我尝一口，挺甜。对，你搁不少白糖呢。嗯，挺好吃啊。嗯呢。把面剁油一会儿，排排气。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有点包的不一样，嗯，你是那是包，我是这样是包。以前那个就这么包上去的吧，啊，也不像你那样式儿。啊，这个好熟，开锅一会儿哈。那个，失陷了哈。嗯。失陷了，礼物就变黄了，再包。嗯。好好搁呀。嗯。行了，那得留点缝。行。
三点半。看看，洗碗哈，洗完碗，嗯。面发的好哈，嗯，可能凉菜会新鲜点，嗯呐，既然有萝卜就拌一个，嗯，这冰糖萝卜好，嗯。你们吃这个糖豆包吧，你再整，嗯，不整再行。这糖豆包是白面的，和那馅是一样的，跟那豆包，嗯，豆包的那个面是黏大米的，是。两三口一个，不咋那么大是吧？嗯，我怕它不甜，多放了点白糖。你们可以看看。嗯。那里边包点豆沙也能好吃啊。那不行，那不是豆沙包了吗？这是糖豆包。嗯。我下雪下大了。嗯。哎，屋里老子，屋里呆子。那都屋呆子了。